尊贵地享受金光灿烂的假期，从踏进金龙酒店的一刻便为您妥善准备。金龙酒店的客房拥有华丽的装潢和齐全的设施，配合多元化的餐饮服务，让你可以大宴亲朋，又或者与三五知己喝一杯，更可以品尝澳门一级的日式料理，满足您不同的需要。全新装修的金龙娱乐场利用金色和红色做主调，配合设计精巧的吊灯及装饰，营造一份豪华气派。72张赌桌，不同的博彩游戏，以及24小时服务的餐饮设施，让您可以全情投入娱乐场的精彩每一刻。假如要真正感受澳门的不夜天，那千万不要错过金龙酒店及娱乐场为每一位贵宾准备的精彩娱乐和康体设施。在金龙酒店及娱乐场度假，24小时怎么会够呢？跟澳门半岛只有一桥之隔的蛋仔，拥有地道的手信、极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以及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潮流玩意。要在蛋仔玩个够，住宿首选一定是坐落蛋仔市中心、交通最方便的骏景酒店。骏景酒店毗邻澳门赛马会，乃澳门少有能够饱览马场全景的酒店。不论客房、或是大堂酒廊，都能够欣赏优美景色，感受别具品味的假期。想感受东方蒙地卡罗的色彩吗？不妨前往全新的骏景娱乐场，让您无需舟车劳顿，也可以随时测试自己的运气。骏景酒店及娱乐场有汇聚大江南北美食的中菜厅，及全天候不停供应环球美食的西餐厅，让每一位客人都可以吃个饱。鹿蛋活力之旅，骏景酒店及娱乐场是您不二之选。